实现祖国完全统一，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，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。在这个民族大义和历史潮流面前，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，都是注定要失败的。 都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。中国人民有坚定的意志，充分的信心，足够的能力，挫败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。